水会有点多。我没喷多少。喷一点点。两人寸的怎么办？两人寸做不了那样的啊，是吧？他两人寸也没有料头啊。老爷子的没料头还好一点。不怎么切啊？你怎么固定啊？咱们那个没料头也还都是夹夹在料上面。怎么夹？夹在材料上面。再找个材料，然后把它这么送在一起啊。那个彩条不是夹着彩条切的吗？夹着彩条切。夹着这个彩条切。我知道，那还要缠材料呀，你这样多慢。啊，有用。应该还能切个一卷差不多。也没了。昨天做了五个。